Hello Hello， 没办法了，来，快七点了。好，我们走。我先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从这边。我刚刚看到一个面包店。好，所以大家都来脸书了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很夸张来，这样子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嗨，有听到声音吗？是是是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比较好奇，大家都来了，好棒好棒。有听到声音吗？来，拜托要跟我说一下，晚上好，有没有听到声音 ？YT 直播挂了不说哈，而且是完全无法重开。好，我先来买个小礼物。先来买个小礼物。这边明明就有一间面包店、蛋糕店。我看一下那个面包店在哪。我们买个小礼物再过去哈。都没有面包店啦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好吧，那就星巴克吧。OK， 好，就星巴克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的那个 YouTube 完全当掉，完全死掉，没办法。你看看起来好不好吃？心情好哈，当掉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是真的很奇怪耶，就突然当掉，然后完全就真的没办法，连一直重开都不行。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凤梨夹心饼干。好，好，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我要去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看一下哈。好，请问现在有出一些什么礼盒吗？现在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一般的那个咖啡蛋卷那些。那还有吗？我拿一个咖啡蛋卷。好啊。好不好？我自己去拿吗？我帮你拿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跳船了，跳船了，被民主了。真的耶，而且完全没有办法，我完全没办法重开。好，可以可以。那像你是到明年6月22哦。到明年6月22哈，好，我给你刷卡。好，旁边需要吗 ？Hello， 不用，谢谢。被民主了，是刚刚有在 YT 的人就知道。好，我要去找辉文哥，对，因为他昨天辉文哥真的很热心哦。他叫大家退订原汁，然后来订阅高君君，我觉得太好笑了。所以走，我们现在一起去找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过热，因为根本不烫。谢谢。有一个提袋吗？有纸袋。哦，好好好。不是过热，因为我换另外一台手机也开不了，两台都开不了。我看一下现在可不可以开了哈。太过分了。好，所以大家知道辉文哥是，谢谢。我等一下去警卫室问一下，希望他不要太快离开。我现在过去是绝对来得及的，只是我希望他没有自己开车，然后他从一楼走。好，我们现在过马路咯，现在要去找辉文哥了。然后我一边找辉文哥，我一边在用这个。我来看看这个 YT 到底是怎样哈。我现在又用 YT 来进行直播给大家看。你看，即时串流错误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们可能没看到哈，即时串流错误，搞不懂呢。你看他完全不让我播，你看
YT 就不行啊，即时串流错误，我不知道我是被怎么了。才刚破十万，然后就要被民主了，是不是？希望不要啦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辉文哥还在讲，看辉文哥还在讲，好，后面被我吓死，有没有？在这个楼下等他。好，辉文哥，我们要去找你咯。然后带了一个蛋卷给辉文哥，因为辉文哥太可爱了。我看，哎呦，有人说君君晚安，有人已经在辉文哥了。来，我跟辉文哥讲，我们在楼下等他，要送他吃蛋卷，心甜甜，嘴甜甜，心好人好。好，我们来咯。所以飞碟电台应该就是在这边没错啦。辉文哥，我们来看你哈，君君真的吗？君君要来，是我已经在楼下了。哎，走错了，走错了。走对了，走对了。我想想看啊。在前面，在前面。102号。是不是在罗斯福路二段102号？来探班了，来探班了，来探班了，来探班了。我是不是走错路啦、啊？哎呦，我真的好笨哦！刚刚不对不对，我走错路了，我走错路了，走错了，走错了。正常嘛哈，在大家都在。所以我们是罗斯福路二段102号。好，辉文哥快要下班了，他快要下班了。真的太谢谢辉文哥了啦！不但要帮韩市长拉票，还要帮我拉票，他好辛苦。还有村长，下次村长大哥哥，我们再去找村长大哥哥。看一下这边，哦，罗斯福路二段，哦，在对面，在对面。好，我现在刚好可以过马路。有，这一定要哦，找到了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来探班了，哈哈。我问辉文哥会不会到一楼？没有，就很谢谢，就很谢谢辉文哥。对，我现在在飞碟的电台的楼下，我现在才看到你们的留言哎，对，他还在广播。等一下，辉文哥会在一楼，他会到一楼吗？
我看一下，还是哦，我可以上去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去看看，看看辉文哥工作的地点。对，辉文哥没看聊天室，我找到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然后在找之余呢，哦，你说下班了，快！还没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哈，就是跟辉文哥感谢一下啦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就是辉文哥见面会。我顺便再把 YT 开一下，看有没有可能开，因为刚才。这绝对不可能是过热，绝对不是。我看一下可不可以。啊，还是不行。你看，还是这个。好，串流错误。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就一样，就用脸书。有本事粉脸书也不要就算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飞碟晚餐、飞碟电视台，我要找陈辉文。你要有什么事吗？有，要送他这个蛋糕。这边来，在这个25楼。哦，25楼哈。应该右边电梯上去。好，那这个坐电梯会没有讯号吗？不会。好，谢谢，25楼。好。哎，我们会不会吓到辉文哥？会不会吓到他？我们的电梯停靠好。哦。偷偷跟辉文哥报告，对不对？我是25。哎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辉文哥现在在录节目，对不对？是，没有，我是君君。辉文哥昨天录节目的时候，他跟大家讲说。叫大家来订阅我的 YouTube， 然后我就破10万了。对，但我本来也只差100了，所以我今天带网友来送饼干给他。那你觉得我们可以在这边等他吗？可能不太方便，不太方便啊。那我们就放了就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放了就走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送给辉文哥喽，辉文哥谢谢。好，帮我转交就好，谢谢谢谢啊，我是君君哦。好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任务达成。对啊，我一直在这边，好打扰辉文哥。好，有交到就好，有交到就好。辉文下线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打扰，不打扰。哎呦，辉文哥，我已经要离开了。哥，这个辉文哥，谢谢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这个网友，这只是蛋卷而已啦。不行，真的啊。不能收礼物，不能收啊，不能收礼物啊。啊，好，不能超过30块，是不是？好，辉文哥，昨天你不是在直播上面叫大家订阅我？有，哎、啊，要叫大家退订原汁，原汁一定要退，然后去订阅、啊。原汁，所以原汁快50000了，已经赢过我了。哦，所以我就对啊，我就真的破100000嘞，就在辉文哥的催票之下。不敢。你不但要帮韩市长，你还要帮我催票。这个有出去吗？这个
哎呦哎，不是慧文哥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 YT 啊，刚刚断了，再也开不了，现在是 Facebook。哦，所以我就只有开 Facebook。慧文哥，你这个哪里？这个哦，是这个。好。对，慧文哥，你的电台，你就是飞碟晚餐，我们订阅你的频道就是飞碟晚餐吗？哎，没有，我 YT 的直播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跟我们说一下。就叫陈慧文，可是辉是挥棒，挥手的挥，挥手挥手。谢谢。对，谢谢，谢谢慧文哥，挥手的挥，网友都在用你的名字。你不是买鸭腿吗？怎么变蛋卷？我是蛋卷啊。对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啦。我们真的就是很感谢啊，然后大家也都很感谢，然后我们想说还给你探班，然后又不好意思打扰你，想说放了就走掉，还是被你发现。他们有偷偷告诉我，我6:50的时候跟他们说的，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在猜，真猜什么伟汉，还在王佑正都猜了，对。猜王佑，说你要去找谁这样子、啊？我问他们说，你们猜我要去找谁？谢谢君君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所以其实好，我们任务达成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可以讲话，你们可以讲话，但是我听得到、啊，网友听得到。没关系，很快就到。哇，坐完电梯了，坐完电梯感觉松一口气耶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好笑、哦、他每一次啊坐电梯的时候就觉得很尴尬，所以他每次坐电梯的时候他就开始骂他小孩，你看、啊、你为什么早上叫你起床你不起床，早上洗脸不洗脸啊，他每次坐电梯很尴尬他就开始骂小孩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任务达成了，然后我要回去研究一下我 YT 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。哦，对，辉文哥 Q 烤鸭哈、哦，好，那我下次烤鸭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很开心哦，拜拜。哎，怎么还在？